王听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虽然咱这个礼拜无通见面，但是咧感谢主，因为发明了电话、电脑咱人阁有办法今日来听道，做聚会来听道。感谢主咧，咱人的圣经讲咧是按听来的。星星是按听来的，不是讲按见来看到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相信讲今日会多，会予大家的信心强，会予咱人的今日咱人的生活有平安啊。虽然呢，咱人拢种人无通出门住伫厝，但是在你厝边咧，咱人会听到多，咱人会有喜乐，会欢喜，有平安啊！咱人的信心会直直更大，直直强起来。感谢主啊！今次咧，我要来和咱大家分享的道咧，都是关系到咱人耶稣和咱人的德性经过伊的复活，耶稣的复活咧，和咱人德性的生命。所以圣经甲咱人讲真济单话，耶稣来唔是干那予咱一个永远的生命咧，但是咧予咱有得胜的生命。啊，以及顶礼拜咱人讲关系到永远的生命，到底福音的位咧，咱人找到盼望，到底当今安怎来点声？到底安怎来点声咧？真济人需要找到盼望，所以顶礼拜咱人听到讲，咱人才有盼望咧，咱人有盼望。因为主耶稣予咱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所以咱人的盼望不是在当今暂时的生命咧。但是咧，耶稣不是干那予咱永远的生命呐，伊讲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有得胜的生命。所以伊的福话咧，本来帮助咱，到底咱人当今暂时的生命，到底咱人的这世界。所以今日的道咧，是咱要看到底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头一节。到第六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头一节到第六节。因为今次咧 ，Sister Eunice 无在这边，所以我来读好两听哈。然后我来翻译到啲英文翻译去福建。那是讲有圣经嘅咧，你拍开，你圣经到啲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头一集到第六集，难通讲。伊讲按伊个按休节过了，复一日，按复一日按休节过了。伊讲玛利亚·麦德琳，玛利亚·雅各的妈妈，加所罗米，伊人都加这个烹料，买去。温哥一，温哥就主咧，就是温哥耶稣啦。第二节，伊讲早起按日头起山了，过后复日头一日，到底迄个礼拜，伊人就来到伊个梦头前，伊人就起伊个梦个位，然后伊人就行一路起家个梦个时，就甲家己讲，伊讲就追尾来。变一个大石头，连一个大石头到底每个位何话人咧？连开一个大石头咧，就坠咧。第四集，伊讲但是咧，伊人看起来，伊人看到迄个大石头，到哩哩本都连开去了，实在迄个石头是真正大咧。第五集，伊人安尼看咧，都入去迄个梦内面。伊人看到一个少年人穿一条大条长的衫，白色的，坐到伫伊个家手边，伊就甲伊人讲：“女人唔通惊。”伊讲，迄个人甲伊人讲：“伊讲女人找迄个耶稣 Nazareth， 伊可能定十字架的，伊已经。”复活了，伊无在这边了。你看，伊人帮伊人帮伊困在这边个，感谢主啊！所以，迄个人甲伊人讲，迄个人就是最天使甲伊人讲，
耶稣一人坐的无多疾病了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感谢主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呢，何人人一个大的盼望，何人人得胜的生命。那头一点，你要看，就是呢，伊人复一日，伊讲头一集，伊讲伊人啊过了，伊安休节，伊讲七早八早，伊讲早起时日头一出山呢，这三个查某哈，玛利亚、门德林、玛利亚啊，这里啊雅各的妈，加所罗米，伊人也这里旁了要去问过。耶稣哈，要去问过耶稣，这就是伊人犹太人做嘅物件，跟一个人归信了，隔日哈，伊人都去问过伊，哎，这个朋友问过伊了，阿咪说咧，买好伊好伊嘅身躯哦，会胖，未歹，啊，伊人就是做那款嘅物件咧，伊人犹太人嘅文化就是安尼，所以讲早起，伊人都去，伊人去那边。但是咧，咱一路行的时咧哦，你看伊咱一路行，伊咱一路想虾米咧？伊想到讲一句，要来去演迄个大石头，迄个大石头是拿来砍伊这个梦的门的。伊讲一句要来演这大石头，伊人是烦恼咪咧？一句要来演这大石头，好伊人，你知道？一句要来演开迄个大石头，你看伊人一路行，伊人会烦恼虾米？迄个石头，迄个石头。但是咧，我要给你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哈，伊人烦恼哈咧石头，但是神咧哦，到底伊石头阿伯遐有一个故事给伊人，神阿要写一个故事给伊人。那石头咧哦，就是哈咪咧，就是等你哈咪咧，等你啊，伊人啊，滴烦恼的物件，滴烦恼的物件，伊人烦恼是咧石头。那你知影啊？石头哦，就伫咱当今诶啊生活内面咧，是等于虾米咧？都是等于啊，咱人烦恼诶物件。你知道伫咧生活遮济物件，咱人烦恼，像个只石头，然后伊人伫烦恼，就伫来验造迄个大石头，就伫验造迄个大石头，好伊人，你知道伊人烦恼。那咱人生活不是像有真正济物件，我咱烦恼。那当今咧，规世界人烦恼，上个烦恼物件就是咩？就是烦恼这个病症，这coronavirus， 大人的烦恼。但是咧哦，到底这大石头啊，神啊，会写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故事咧，好让人，你知道？伊人伫问，就准备咧验这石头到底迄个梦的头前，但是咧，伊人来搞点啥？伊让伊人看起来，伊讲，哈咧，真正大石头咧，已经安怎淹开了，淹去了。感谢主，神哦，有一个故事，要来让人看到。但是咧，伊人是虾米咧？佮只晓想，伊人烦恼虾米？烦恼咧石头，伊人目内是想着咧石头。那伊人咧是。是掉到啲拜五呢度，但是咧神啊，都该人准备好啊礼拜了，嗱，记下拜五是咩咧？拜五就是耶稣死后一日咧。嗱，伊人惊起咧梦嘅事哦，伊人啲想掉是咩啊？耶稣死去了，耶稣到底咧梦嘅那边是唔是？耶稣在梦那边，所以伊人嘅脑啊是想掉拜五呢啦。但是啊，耶稣已经该人准备好伊人嘅礼拜了。阿咪说咧，见伊人来到迄个梦嘅头前啦，耶稣都复活了，耶稣都已经复活去了，神啊，给人准备好迄个礼拜了。你知影，真济到咱人看到咱人嘅大石头，了咱人嘅脑啊是想着咩啊？迄个拜五，但是神啊，给人准备好咱人嘅。礼拜了，神啊，已经啊，甲人啊准备好了，又写予人一个故事，予人知影。阿门，感谢主。那真济道理哦，人的问题哦，砍掉哦，神的力量，你知无？
心做工嘅咋，伊嘅力量哦，到底人嘅生活，加济到了咋不？还没输咧，伊人家己讲，最最啊，会变只大石头，到底咧每好寡人，对伊人来讲，哇，只石头真啊大了咋不？伊人未看到啊，心嘅力量。伊人未看到讲神会拆掉，你就唔是干那变个咧石头呢？你知影？神啊会参着会拆掉做咩啊？做贵个地砖，你知无？神会拆掉做贵个地砖呢？咪讲干那变个咧石头呢啦？但是咧，伊人个目来做咩咧？玛利亚伊人个目来看到咧，看到咧石头，最最会变个咧石头。最最会帮助我人，到底是咧？这 coronavirus 最最会帮助我人，你知道？政府会帮助我人无？最最会帮助我人，医生会帮助我人无？诶咩？伊拉好我人接这款的，诶药有效咩？啊，人每样的款的问题，人有真啊济问题啦。干那扛这个 mask 诶咩？洗手诶咩？会在条好咩？哇，人有真啊济这款的问题。但我唔知个你即阵啊，你到底你生活，你面对着虾米一大石头，有可能你妹就会帮助我，有可能会帮助我咩？有可能咩？到今啦，你就因为即个病症啊，你看真济人啊，消失了真正大。你看咱来政府到今叫咱来马来西亚哈，扛14日14天，搞了未使出门。只要做生意啊，伊人无肯做，因为呢，看阿只济人了了只济类大啊消息，有可能啊，你不是做生意人，有可能你不只大诶消息，那你不问，就会帮助我人，哇，我了解呢济类安怎好，咱人类目来是看到迄个石头，特别要甲你讲，你啊，你有一个心，会在条做。更加大的神迹过遐，你会石头；更加大的神迹过咱人的问题。所以咱人茫干那看讲，哇，咱人的问题啊足大。特别咱要看讲，咱人的神伊的力量，更加比咱人的问题更加大。所以帮咱人的信心，到底咱人的主耶稣，伊已经复活了，伊已经复活了。伊到底咧石头，伊写一个故事予咱人，伊要予咱看到伊个故事，阿门！伊要咱看到伊，所以咱人唔通干那滴看到咱人个问题呢？你知无？伊个复活，耶稣个复活，唔是干那一个节目呢？唔是干那一个节目，予咱人来庆祝呢？当时咧吼，真实啊，伊是一个神个力量。神的德性的力量，予咱人每一日经过的生活咧。神的德性的力量，予咱人，哈，你就是耶稣的复活。Amen。耶稣的复活是神予的德性，予咱人，伊的德性的力量。你话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安讲？伊讲哈，伊讲上加哈哩灵。和耶稣复活，你知道？上加迄个灵，迄个 spirit 是迄个灵，你知道？和耶稣复活，你知迄个灵力有大无？和耶稣复活，我不甲侬讲过。你知影笼中啊，魔鬼的力量啊，要和耶稣啊，是要来禁掉耶稣的地极。但是咧，有一个力量更加大，就是迄个灵圣灵的力量。国家大国隆重无鬼的力量参出一回，伊讲哈利力量和耶稣复活都对的，伊讲加隆重在咧，伊们和咱人力量到咱人这个肉体，和咱肉体力量咧，所以咱人活到底出到底这个人活到底这个生命。用啊，有德性嘅都是呢，咱有德性过做，下面做未来困百人，因为咱有一个力量安尼大嘅，到底咱人嘅身躯内面，伊讲，何咱人嘅这个身体，何咱嘅身体力量感谢主，下面，所以这里就是主耶稣何咱人嘅德性经过伊嘅复活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！使徒行传
第四章三十三节，伊讲，这里梅多，迄梅多咧，伊人甲咧隆重来证明啊，耶稣的福话，你知无？安怎呢？用经过真正大嘅力量来证明耶稣福话嘅讲，意思是虾米咧？那伊人甲咧隆重啊，会记啊，耶稣哦，伊梅多。伊人搞到做咩咧？伊人耶稣复活了过后，圣灵充满伊人，伊人去宣道的点声哦，伊人隆重啊，祈祷予人人啊，看到啊，迄个看病好起来，迄个未惊会惊去，目睭未现的车门开起来，超起人诶，会看到会现到，因为伊人有看到安尼一神迹神做诶，这里就是证明耶稣复活。伊们一得胜，到底伊人的生命中，感谢主。那上个安尼款的得胜，你知无？有甲路人，耶稣已经复活为了路，伊们耶稣复活了为了路，真坚持哟。路活了为了伊，为了耶稣，感谢主。路有下咧安尼款的大力量，甲路同在，圣灵有甲路同在，所以来证明耶稣复活安路的生命。感谢主 ，Amen。用你生命，你会使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安怎呢？你会使替人祈祷 ，Amen。你会使相信讲啊，上加咧安尼款的灵力，到底耶稣内面，到底伊梅多内面，看到隆重即阵有拄到你内面，到底发点声，你替人祈祷，你听到讲有人看病，你替人祈祷，你来证明讲。真是耶稣复活了，感谢主 ，Amen， 感谢主。那你看啊，到底约翰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那这里一个故事咧哦，那就是对于他啊，而且耶稣咧点声咧哦，伊就去这个伊人的店的那边哈，伊甲伊人烟多个了，伊人的。啊，桌顶，然后伊人个卖物件个了，加伊人烟多个了。因为咪说咧，伊讲这里外店，这里外天白个店，是予人来隆重来祈祷来敬拜，唔是予路人来卖物。所以咧，过后耶稣做了安尼款个物件，犹太人个都来问耶稣，到底啊，约翰书第二章第十八节，伊就问耶稣，伊讲啊，你做了即款个物件，你知道？你耶稣，你何话人何话在？何话人这里记者讲啊，你在你用哈咪啊，你来做这款的物件，意思是啊，你用哈咪管，你用哈咪管来做这物件来引导这类物件，搞叫我人卖，你哈咪。有哈咪记者，有哈咪记号讲，你是神来，你知无？耶稣就解人讲咪，我好你一个记号，伊讲，那，你好这个，你好这拍破这个规个店，这 temple 啦，你拍破伊，我好你知影，三日我记号就对。伊人唔知影，伊人无了解，伊人唔知讲耶稣伫讲哈咪，真是耶稣是解人讲哈咪呢？耶稣是解讲关系到伊个身故，伊讲伊死了三日了，伊个在复活的对 ，Amen！ 伊死了伊三日，伊个在复活，伊人无了解。你讲加解到哦，人啊未看到讲神的力量，你知无？到底人个内面，但是人是看到咪呢？看到人个问题呢？到底问题是咱人未看到哇？有一个神啊，安尼大力量做工到底咱人的生命中，未甲咱人改变咱人的情形。啊，咱人即咱人存咧，咱人目睭看到是巴肚啦，即大石头。你知道人讲，咱人未直接帮助我人，即个问题直接来帮助我人，但是只要要过你路。到底你大石头大的问题，神啊，有一个大的故事，伊要来写为了你。那我要甲你讲，神啊，安怎啊？按我这个大石头，我面对到是有一摆啊，到底我生命是啊，神啊，
写一大嘅歌词 ，Amen 来鼓励大家。嗱，你看我写真侪，到我要来分享下。我四十二岁时候，我好像有一日去教会，我要讲到在啲福建聚会的时候，一日一礼拜，好像嘛，我感觉人无爽。后尾我唔知影啥物咧，按喺啲点声咧，我有心脏发作，心脏病，你知无？你知道我运动有高脂的人，我若无讲疏忽，你知道无讲啊啉酒，无讲乱乱耍，当时咧哦风险啊！你知道有一日我是去要去教会，要来去要讲道，聚会要开始了，我感觉无爽，有心脏病发生。好几日是，好一年啦，好一年我本正我是要来参加这个马拉松，头一道我要走42公里，我记我42岁，好一年。了发生了过一款的事咧，你知无？我阁唔知影，哎呦，安怎安尼款的物件会发生，你知道？安怎会去有心脏病？我心脏病发作了过后，隔日。我哋去查医生馆，查过后，伊个医生讲，你是得心脏病，特别唔知虾米事，所以我是即大路滚出啊。伊讲，那是讲你要爱国家国严落去咧，都要爱等啊，因为真济人本都要来等，要来查验，所以我哋去即个苏州呢，路滚出。我去到苏州路军处咧，伊路军查我咧，过后看到哇，我三条血筋脱噶了，三条血筋脱噶了，92%、85%、85%，噶了脱噶了，一条血筋佫破了，知无？所以咧，医生讲有可能是咧血筋破呀，安尼款啊，start 类即个heart attack 类即个心脏病，了，哇！伊医生讲哎呀，唔要紧，我噶了啊。做好了一个手术，做了手术过后啊，了我的血筋下三条，伊拉下三条叫做 stent 啊，人叫哈 balloon 啊，有人讲啊，了开了好了伊血筋，了有一日的时，我个记者在厝我休息哈，我都来到神讲，哇，我讲神啊，安怎一款的物件发生的？你知道我输红路，我无讲乱乱啊食，我就无我有去运动啊，你知道我就无讲啊乱乱耍我的身躯，但是安怎啊？这款的物件发生呢？然后我丢了这款的物件过后，是不是啊？我当今啊，达达项物件都忘记了，未去走了，你就我那是讲未来输红本我。我袂使有压力了，我物件要做较少了。但是咧，我会记有一日，我家己一人伫个时，我祈祷个时，神啊，甲我讲，伊讲即款个物件发生咧，毋是因为咧哦，要互你忘记，伊毋是要互你，你知无？袂做袂舒服，我阁较惊。但是咧哦，即个物件发生咧哦，真实咧是要互你啊，起过一级。Want you to go to the next level， 因为咧，那是讲这类物件无发生哈，这类心脏无发生，有可能啊，你去走下咧马拉松42公里的点声一半路哈，你丢一个心脏啊，到你咧点声，无人会救你啦，你的隆重你要做物件都要停去啦，你就隆重啊，你的梦，你的梦，你知无？隆重无个了去啦。但是咧哦，这心脏都要发生，过后哈，当今咧心医好个了，当今即阵咧哦，我准备你，互你起骨一级，起骨较强，走骨较远，做骨较济物件，舒服骨较济，你就即骨较济人啊会得着，你就鼓励，哇，有影真实啊，我看到对啊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丢了这心脏过后哈，我不要个发现着讲哇。我有遮济朋友，有咧教会人，伊人们有即款的心脏病，哇！先用我的即个大石头，你知无？编一个故事，互伊人来鼓励遮济人。哇！真绝啊！我看到神啊，做安尼大个工作，
到底我的生命中，哇！我想讲是一个大石头来，但是心里哦有一个更加大的故事，你知道？来鼓励人，更加大的故事，你知道不？神啊，伫写到底我的生命，哇！我感谢主 ，Amen。所以越大石头一记 ，Amen。即阵你面对着虾米款的问题，大石头，神啊，会做。神伫写了一大个故事，下面感谢主。那第二项呢？哦，第二点就是呢，那第二点呢？哦，就是这个大石头呢？哦，掩开哈，唔是要让耶稣出来的，但是呢？哦，是要让人入去的，去看到伊的力量，下面。大石头淹，唔是耶稣出来，但是要让人入去看到伊个大个力量，伊个把握哪会记哈？马可福音16:15讲咩咧？伊讲伊人个入去咧梦内面，人看到咩？伊讲看到一个人，少年人穿一个白个大衫，长个，安尼坐到伫吃秋饼。伊人看到咩？人看到天使。Amen， 伊人入去是看到神的荣耀 ，Amen， 伊是要神啊，演这个大石头，唔是耶稣出来，但是要让人入去看到伊的荣耀 ，Amen， 看到伊的荣耀诶，感谢主。那，你知道这个Deuteronomy 第29:19，伊讲啊，干了隆重的秘密啊。就是属于人的神的，属于人的上帝，隆重的秘密，你知无？所以你看，今日神啊，是要让人入去，让人看到咩咧？看到伊的力量，伊有伊的秘密，让人的。Amen。加一道我神啊，让人经过，但是啊，在咱生命中啊，有一款的困难。Amen， 正正当即阵呢，咱哇未出去门，咱今日就关了到伫厝内面，感觉真真艰苦。Amen， 哈咪说咧，哈咪说神要让咱安尼款的艰苦，咱是看到是困难，看到是艰苦，但是神呢是要叫咱看到咩咧？看到伊的力量，你知无？看到伊的力量。那约翰书啊，21:19。一记哦，这个故事咧哦，就是虾米咧？就是咧，彼得啊，出卖了耶稣过后哦，到底第21:19哦，耶稣哦，到底有变为气火啊？了不服啊，耶稣帮工个咧服啊，和彼得食咧，又叫彼得来食早餐啊，你知无？早几集？彼得把那个做咩出卖耶稣呢？就，但彼得到底入一集哦，这边耶稣福话一点声哦，耶稣头一项做咩咧？做只早餐啊，用上这个开茶，你知无？来去起开啊，不会符合彼得食，你知？彼得来一点声，伊食咧，这个话来一下，食这符合一点声，彼得诶，心内面定在想虾米？哎呦，我早三日前，我本是想到你这边位起一个火，啊！你点声咧哟？人来问我，是我是不是耶稣诶门徒？我讲唔是，我出卖我耶稣。即阵咧，耶稣想起一个火，佮安尼好对我，佮补咧苦叫我来食。哇！这边诶，你看到虾米物件咧？耶稣是为彼得看到咩物件咧？耶稣唔是叫为彼得看到讲啊，伊失败咋？但系耶稣咧哦，为何彼得看到咩咧？伊个原谅，伊个大诶能力来原谅彼得，你知无？感谢主 ，Amen！ 感谢主，伊叫彼得来，接来吧，来看到诶大个诶。伊个安尼大个原谅，唔是看到彼得个失败，所以啊，你知耶稣个福话，一心要让人看到虾米咧？看到啊，伊个大个原谅，
耶稣啊，安尼大嚟原谅人啦 ，Amen。按到你十字架顶本来是咩咧？因为罪，人人会丢得死，定死。但系耶稣咧，又买人人死，其实十字架顶一定一家己，一打了人人的罪，死了三日一个在复活，显明讲下咩咧？伊即阵咧很济喎，天白哈，已经安怎接受了？接受了伊的限制，安尼看人得到咪，十全的原谅了，人隆重的罪得到原谅了，因为耶稣十全的限制为了人啦 ，Amen。所以这个就是神要让人看到的物件 ，Amen。所以就是迄个贵的石头哦，安尼看演开去，是不是叫咪？叫玛利亚伊人接来看咪，接来看。伊个力量，你们看伊力量啊！感谢主，神的力量来原谅人了人了。那了约翰第二十一章十一节咧，这边有一个咪咧，伊复活之节了，伊人每多都出去掠夫，哈咪说咧，伊人未相信讲啊，耶稣复活了，知无？所以啊，也会去拜五耶稣死啦，礼拜伊复活啦，伊复活是伊人做咩咧？伊讲伊人未倒噶啦，走出去掠夫，阿咪鬼咩掠无夫，鬼咩掠无夫。但是咧，耶稣见记着耶稣的事，耶稣叫人讲，点落人的梦，过去，过一遍，伊人就点过去一遍。伊讲，反正这事伊人掠着啊，哇，风险153只。诶，虎！遐咧153只，诶，虎是意思是虾米咧？意思是哈，耶稣的力量哦，予伊人得到、贪到虾米咧？神的供应，遐咧就是神的供应来。那耶稣的复活咧，都是神的供应予咱人。Amen。耶稣的复活，伊复活了，都是伊的供应。当其他人讲哇！就做供应给咱，就做帮助咱。到底这安尼款的问题，安尼款的情形，咱大条就做帮助咱。你知道？但是我唔知哈，你的巴肚，就你面对的巴肚是虾米？你知道不？你面对的问题是虾米？特别要不好，你知影？耶稣的复活就是神的供应给你，一再条供应给你。每一个需要在你的生命中，神。一供应啊，过头过路的需要，你相信无 ？Amen， 感谢主。那然后第三项是咩咧？伊复活，你知道？伊复活了过后，伊会记下，伊来到伊的门徒面前啊，你知道？伊人门徒个了惊，你知道无？伊人个了看到伊惊，然后未相信讲个耶稣啊活了咋？那头一项耶稣，互伊人看咪？耶稣春酿酒可以看，伊讲哪你看我酒，有咧，阿咧顶阿咧顶个坑哦。伊讲哪你看我身躯边，有咧阿咧大浅浅个一个坑哦。哎，他们说耶稣要害人看伊个酒个坑，甲身躯个坑咧。他们说耶稣那是讲啊，要害怎样讲啊，要得胜过死哦。他们说耶稣哦，卖啥害看，讲我你看我活了，我看我马上哦。他们说耶稣无法做咧，耶稣可以看哪你看到。一个坑，你看到那我身躯边有一个坑，意思是啥物咧？意思是啥物？会记哦，到底伊这个阿些伊些书，第个三只，第个三张，伊讲咪按我的书魂，你能得到伊治疗，感谢主 ，Amen。所以耶稣是可以看咪咧，那当叫我打好你了，你看这个。我的手的空，我就停了，你免就停了，我就死，你免就死了。Amen。所以这是什么神的德性，好让人。Amen。这阵啊，你有德性的生命了。Amen。你德性了，死啊，未来捆绑你了，罪恶未来捆绑你了。Amen。你看到这个空，就是证明讲，我替你担了。感谢主。我铁路打了，你知道？才知道，就咱人未了解，咱人未明白神啊，伊的力量在咱的生命中。
伊安怎伊做工，你就心安做工，就伫咱生命中，就伫咱困有坎坷、有困难的诶生命，心安怎伫做工，伊力量是安尼大诶，但是咱未了解。所以但是啊，其实当咱目睭是看到迄个目睭，迄个石头呢。特别今次要被高丽路，到底类大石头哦，神啊，有一个故事要来写，为了路，所以你要爱相信伊。那我要甲你讲到这边为第每一个见证，啊，然后我记顶摆一摆是我十四岁我就认白主啦，我就接受主做我的救主，然后这十四岁我接受了主过后。都先给我一个机会啊，来去侍奉到这个圣经的教会呢。啊，那我侍奉无足久咧，啊，我就升一个教会升，我做啥物呢？长老，哇，我上第少年一个长老，我过一记。特别做长老过后哈，我就见到教会哦，真正济个问题。你知影，今日侍奉了过后，但是哈，咱人甲会看到。哇，问题啦！你侍奉的时候，你去帮助人，你看到哇，人哦出一问题。了，你侍奉到底啊？你做一长老点啥吼？你别看到讲哇，咱人教会啊，头啊，牧师啊，哎呀，出一问题啦！到底遐个点啥咧？我就失望过后了，我都离开了咧教会，我就甲神讲，哎呀，安好一日去哈、啊！我甲神讲，神啊，我卖来侍奉了啦，上帝好啊！我敬拜你，我听爱你，但是我无输甲这个侍奉这款的物件，我买个侍奉咧，我看到安尼大个问题在你教会，我看了安尼教会头个咧安怎个了隆重啊，但是爱人我咧看到问题，我未了解安怎无合心在你这教会，我就甲神讲我买侍奉咧，了我记有一日的是我换了车了都，哇风险啊，我感觉神甲我讲话。伊讲 Bernard， 伊讲啊，路啊，无彩啊，我安尼坐你啊，我到底困难了路，知无？特别来到当今即阵啊，路讲路未了解，路无明白，我会解我为了路，路甲我讲路要放杀去，路甲我讲路都路失望，路买个舒服，哇！我听到我知影讲这是我的天白的声咧。伊甲我讲，伊训练我，伊大个我好啊，我未了解。特别咧，我知影讲，迄个唔是骂我个啦，就是鼓励我个声，迄鼓励我个听爱我个天伯。所以我听了，唔管那款，我就讲好啦天伯啊。我知影讲，你好个我为我啦嘛，你听爱我，好啦，我都转去教会。我都对去侍奉啦，哇！我感谢主，因为我听了，我顺服了，我的天父的声音，鼓励我都对去到底福音的服侍。你知无？我看都对，哇！我感谢主，我无放弃，我无放下去，哇！我看了神啊，会大的力量，安尼看你做工到底我的生命中。今次啊，我把你个有迄个机会哦，来做你人的牧师，来做福建牧师，来做 EBCC 一个牧师，英文的牧师，先用我的生命中，我虽然我是要放弃咧，虽然我是失望，我是感觉家己失败，感觉讲哎呀，安怎一个安尼款呢？到底教会安尼款呢？你知道我输红了本无用，我是要放弃咧。特别我感谢主，就是神一改变隆重的情形。到底我的，到底上帝的上帝失望的点啥？神来鼓励我，我的天父鼓励我，神无放弃我，神啊，伊的力量搁伫做工来用我，到到今日啊，哇，我有机会吼、哦，来去祝福人，有机会让神来用我。这个生命来去鼓励人，所以要鼓励你，大家啊，到底哪人会记，哪人会主耶稣复活，
就是那人怎样讲神啊？伊按那人迄个大嘞八度石头，石头那人面对的时候，伊有一个好的故事，好路人 ，Amen。有一个好的故事好人啊，迄个石头哦，伊开起了迄个石头冰起下。唔是哦，耶稣出来，因为耶稣无这样的停止嘅，石头未停止嘅。但是咧，喺你石头宴饼，以及这个故事，玛利亚伊人来搞你望嘅头前，石头已经冰起了，是为了要好伊人入去那边，显着讲神嘅力量，神嘅力量伫做工，看到神嘅荣耀。所以啊，到底咱人嘅问题哦？神要让你看到祂的力量，祂的荣耀， Amen。 祂在做工，祂没放弃， Amen。 祂没放弃那人，祂永远有在跟人同在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我们点声就是在情形，那人面对这样大的问题，就是整个世界就是这样，病症啦，行情不好的事啦，你会盼望是在你的主耶稣那边，Amen， 伊服我了，你会有你信心，会使帮到你伊个伊位，伊会做工 ，Amen， 伊去做工作，对，伊有力量，伊来帮助，你就是咱个大帮助 ，Amen， 因为伊疼爱你 ，Amen， 伊无放弃你，所以到这边个位，你有平安 ，Amen， 所以帮你隆重个信心到你主耶稣，唔免惊遐 ，Amen。隆重的情形会改变，伊个大石头都是神会写一个水荣耀的故事，为了你，感谢主，祝祝福你。